咱来关心美国股市，昨昏是有起有落。这收盘道琼工业指数盘40点，纳斯达克指数是起15点。欧洲股市今仔日日本股市开盘是盘40点，韩国股市嘛是盘是开盘盘6点。咱台北股市开盘虽然是起2点，不过随盘盘中已经有盘到60多点。受到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FTA 每年元旦要正式实施。咱台湾有118亿这美金出口美国的产品会受到影响，其中以这机械、纺织甲塑胶类受威胁上严重，嘛影响到今仔日台北股市的表现。塑化、纺织类股拢伫咧跌，金融类股嘛较弱，电子、宽带类股，还有高价小的类股嘛拢无动头，进入整理。